边境上我所见识过的所有战斗中，铁玉才是最顶尖的猎杀者。灵活快速，优雅，却破坏力强大。观察力敏锐，善用资源，且冷酷无情。铁玉眼中的世界不同于一般，即使是墙，也能是攻击的道路。铁玉的战斗方式不同，他们熟练欺敌行动，就算在险境中也能够取胜。但铁玉与所有步兵和机器在战场上最大的差别，在于他们和泰坦之间的关系。连结后，铁玉只会被庞大的军队或是其他铁玉击败。自从我懂事以来，边境就是我唯一的家。 IMC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强行夺取我们的资源，污染并破坏我们的星球，还屠杀所有反抗的人。虽然最近在古神星上连战连胜，但是离击败 IMC 还有一段距离。现在我是反抗军中的步枪兵，为边境的自由而战。成为铁玉那天还很遥远，但等我成为铁玉，我希望能实至名归。